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谱呢比较特别，是这个围棋之乡东升站第五轮的一盘对局。这个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浙江丽水队和上海浦东队，这是一个对棋赛啊。前方呢有一些小片，我们先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好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加秘书长王毅啊，这是开幕式啊，搞得还挺隆重哈。对对对，这王毅秘书长，围棋协会秘书长在讲话。是的，这应该是开幕式。开幕式。是的。这是协会主席林建超的讲话。是的。围棋之乡的兽牌啊，中山东升镇，它是一个。对，开幕式。这个比赛是不是一对一的比赛？是对棋比赛。那也好像五个人对五个人是吧？哎，没错，他每个人上场呢要下满20手至少。哦，这又是一种规则。最多的不能下满，超过24手。对对对，等于团。这个围棋这个多种形式的这种比赛很多啊，这是陈莹，这是我们的蒋奇，有时经常是搭档啊。他是那个西藏应该是教练吧啊，这是我们裁判组的人员。这邵伟刚。是的，邵伟刚呢刚刚升任围棋部主任，为我们棋院刚刚这个任命的。这个是比赛现场。对。这个现在围棋啊，多种形式的比赛都应用产生啊，像那个陈威廉呐，各种的比赛很多多样化。现在这又来了一个围棋之乡的一个比赛，这是可能又是规则不同。他应该是天泰队的教练，估计。这于斌在的，因为这是我们的记者团队。于斌这个国家队总教练怎么跑到那里去教练了啊？因为他是他们天泰人嘛，浙江籍天泰人。天泰是早早的围棋之乡，这是方梦雅。他怎么也要下这个比赛？这是这个王毅秘书长讲话啊。这是主题教育活动，哇，多种多样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的。主题教育活动，我们全国之乡座谈会，然后这是发奖仪式。这是应该是中山队，我看当中那个是许书祥，这个是应该嵊州队，这我看到董可宇，这都是老棋手。现在我们的围棋协会也处在改革当中，这个是哪个队？这个我看到蓝天了。这蓝天。蓝天我看到了，其他我都不太认识。对，我们看了这个片子，这个觉得。现在啊，各种形式的比赛应运而生，这个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讲棋啊，可以大家可以比较轻松一点，看起来不是就没有那么严肃，不是专业的比赛，是专业棋局呢，我们通常都是讲专业棋局，对对对，大赛的比赛，但是今天是这个业余的，还是个团体赛，对对对，大家对棋赛，他一会儿换一个人，一会儿换一个人，对，那我们就大胆的给大家指责这个业余棋手的一些这个不当的下法。后来我看到刚才刘老师。蓝天是丽水人啊，所以他应该是浙江丽水队的教练，因为职业棋手呢只能担任教练，不能担任棋手上场的。这样。上场的棋手一般都是业余棋手。所以这一战呢，应该是浙江丽水队是夺得了冠军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欣赏一下他们的这个丽水队冠军的棋局，好吧？好，那就是浙江丽水，执黑，哈。虽然都是业余的，我们看这个业余棋怎么下的。对，这个是这样，二连星，这都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挂角，再挂这个，这也没问题。一般，但是AI 都是给贵对，只要小目现在都让挂这个，都是挂的。然后呢，白棋都是这个，不走这个都飞压，说是白棋亏。现在都是新的理论啊。但是这个都没关系，这都输赢不在这里。然后走这个，然后呢，黑棋小飞这个，这个也没有什么，这都早得很，这个都行，胜负都不在这里。走这个走这个都没事儿，这都不是错误。然后呢，尖顶，尖顶跳，这个倒是有点像专业的样子啊，因为现在研究尖顶跳很多。对，然后拆三，这都没问题，这个下法都挺好。
这个就关键这后面的了啊，运用这个双飞燕，是这正确，应该没问题，嗯，是吧？这都挺好的，嗯。然后下面呢，就是他来压这个，对，这一般定式啊，都不会有大错。只要定式啊，错有可能错，但是都是微小，都是做业余棋手来说，你只要走定式呢，犯的错误都不会太大。反正这个对于大部分的业余棋手来说，他前半盘是不决定问题的，主要还是看后半盘一着错，这一步棋可就毁就完了，就是这出去十几目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就是说业余棋手的输赢不在布局这儿啊，对，是的，基本不在布局，主要是后半，嗯。但是呢，越是高手啊，越是强手，对，输赢往往在步前面。没错，是这样。你要能够前面一步棋就决定胜负，那说明你高手了。那可不是吗？现在是3-3啊，走定式。当然，现在这种很多了啊。嗯。但是这个也没问题。哎，爬回来，爬回来可以。然后打直，哎，定式好。然后黑棋呢？这个倒是有点新鲜，现在呢突然又回到中国流了。嗯，哎，现在你啊，这个中国流当然也可以，也是不会差很多。但是你像比如说你要走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嗯，这个也可以考虑。是的，因为这个 big 也先手。嗯，要么还有 AI 的，那当然这个那就更太深奥了啊，太深了。嗯，像这种呢有点虚是吧？哎，但是这个比较普通，哎。这个应该说差不了多少，嗯，对，比如说这个8-9分，那这个6-7分也都差不多。嗯，好，他现在走的这个是吧？是的，他逼了一个，这个很大。因为什么呢？下一步不走啊，这个有个点你要命。嗯，哎，这个有个点要命，这不能被点着。嗯，点着了，你如果这个因为有冲过来，你这个有点这一爬，这个就要没活，你要跟着往外逃，那就白棋就好了。嗯，所以呢，这个棋为了防这个点要尖，再点它不是就挡着了吗？这个是吧？对，这个就断掉了，对，断了，这个子就起作用了嘛，啊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它尖是对的，好贴，嗯，然后呢，黑棋跳了一个，跳这个是不是专业的那个？一般都是尖完了脱先的，一般是长或者脱先，啊，对，是的，要么脱先可以，比如说不管往哪儿走吧。嗯，赶紧就去破他空，这个可以，因为你已经防了这个嘛，他搬一个也是后手就完了，是吧？对，哎，这是一个脱先，要走啊是走这个长，哎，因为你走这个呢，被他一挖，这个棋啊，你白走，为什么呢？你走了这个被他一长，毛病出来了，是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个你看毛病出来了，这一粘这冲断了这个，嗯。这个不对了，是吧？这有个冲断，对，是吧？不管断哪儿都有断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是，这个跳不是专业手，这所以说呢，经常一看几招一下呢，就知道你这个这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，是吧？基本功就能看出来，该暴露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，是吧？要么脱先，要么长。你这不能跳一个被人家挖了怎么办呢？不能跳，就我因为跟赵志勋下过这个棋。哦，您是下过的是吧？下过的，哦，当时是赵志勋就是长的，嗯，就是这样的，不能跳。所以人家下每一步棋都是有道理的。哎，对，他是跳，然后呢，白棋也没有，他是长的，嗯，哎，但他这个错误就回来了，就也无所谓。但是你要一挖，他就没棋下，嗯，他走这个，这个没关系。后面，然后白棋是飞的，嗯，飞应该说也凑合，但是这棋呢？要积极一点，或者点3-3，对，或者走这个，这都是 AI 的棋，但是这个都比较高级一点的。嗯，我想着是不是直接这儿怎么走？哎，对对对，要么一般都是先问问，先走一下，先问一下，先问，问了半天都弄了半天再回头，嗯，那个是吧？因为如果说直接走一个呢，现在很流行的招法是，哎，对人家先问你了，所以先3-3可能是可以，要我先问一下，我有可能选这个，嗯，点3-3你走什么？哎，你挡哪面？先问一下，不明这件事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可能立下吧。立下，那我把你活了。对，点了。对，对对对对，我可能会这么下。然后对冲冲了，就这样。啊，搬了我就搬。搬呗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就我在那儿定型完了之后，我再走那面。哦，我可能会这么下。嗯，这个棋呢，实战啊，实战他没走的了。实战他是飞的一个，稍微呢，你这样呢。就以后那个问呢，就问不着了。嗯，然后他走这个，
他走这个，这个也好，因为这个也不差。为什么他不走这个是？这立下来了，这个很厉害，这倒是很大，是吧？他是走的这个，但是你要积极一点，或者走这个，或者走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。这也行。所以一般是长一个比较多见，长一个多见。嗯，你再走这个，他后手，是吧？对。这个呢，被他打一个呢。他还去立一个，是，我是觉得怎么是立的这个棋形？提一个可能我被惊到了。不是，但提一个呢，他觉得是也攻不着，提一个居多。是的，但是这个也差不了太多啊。这个也不解决根本问题，反正这都没关系。这个普通长一个可能稍微好一点。反正我下午肯定长的。长一个好一点，这个没啥，没有什么要走的了。嗯，好，实战就走成这样，这没关系。下面呢，黑棋啊尖冲，这个倒是个好点。我觉得这步棋下的挺好的，好点。对，你要是比如说这个就有点凶啊，这个尖冲反正是个好点，也可以。因为你如果从这一带现在打入来，人家肯定从上面来的，比如说这样，可以，对对 对, 对，这个好像、我觉得这个飞呢要可以探讨一下，我说点完三三他有可能不飞了，也可能补那面。我觉得还是直接补一个差一点，对，这个选点还不错，对对对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这个一般尖冲了之后，白棋依然是四路的，爬下面可能多一点。对，爬下面的话，它长的话，它可能再飞，再飞，这样一个。那是不是还是这儿？就这一类、还是这一带吧。就可能那你就这种了、你攻黑棋呢，就这样进攻呢，也就这么个棋了。对 对, 对。就这么下法，大概就这样。这是比较普通，就看你的怎么中间呢，你怎么样来。来削这个白棋，这个也是要功夫棋了、你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够下得好看你的水平了。但是这个是普通，但实战这个呢，它贴这个呢稍差一点，但是贴了黑棋长的下一步啊就不对了。走这个棋，你既然贴这个是飞这个哦，是要飞的，要从底下走、是吧？你走这个呢，你可以不理，可以走这个，或者可以你要攻它，或者是这一类的攻它，这么个下边，它因为这个都是墙了，你不要再去飞这个，这个不对的。飞这个被它一贴的话，你这个棋你就要闷到里头了，不知道走哪儿。它应该贴，贴了你在里面，你闷的要么吃它，要么你吃不着。那肯定吃不着，对，那所以说你不应该走，所以说你这个只能飞这个，只飞这个，这个呢就是慢慢，我估计黑棋可能也在这儿削，要么贴这个是飞这个，要么贴这个是飞这个，这是常规手段，对，贴一个是飞一个是常规手段，贴一个飞这个呢就有点歪了，因为你飞这个就被他贴这个是个好点，而他呢也没贴。对，他不走了，他走这个，走哪个了？他走这个，这个，正一个在这儿。这个他既然走这个了，你这个棋要么飞，要么尖，两种手法。对，这是两个选择。这个大飞呢，就是被人家正尖一个，基本上是很常见的一种用法。这是本形，对，这个形硬住了之后呢，他在这一带脚上他就不太会动了。先绷住他，然后呢，你现在他出手啊就不好出，你比如说他走什么，他走这个你可能靠断，对，他尖你就走这个，对，这没关系，他走什么让他先他走，让他出手，你这个呢拐了一个这就不对了，你这几招你这个太多了，你这一二三四这个地方太多，他跳一个这个稍微损一点，损一点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你只能回来了，比如说这个或者这个，对对对，或者就回来了，就在这一带赶紧守一个，赶快守，你这个大飞脚太空了，对对，实在是是，然后这个错误，白棋这几招棋这小错误，这个是个大错误，这几下之后呢就落伍了，因为什么，你这个地方厚的地方都在这儿，这个棋你薄应该走这一带呀，或者你这么你干脆就把这个薄的地方补上，他虎一个你就看不见了，别给他了吧，就完了，是吧？然后比如说搬一个之类的，对，你给他那完了就就不要去再走了。如果纠结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走太多了，走太多了，他飞这个，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几招走的位置不对啊，形状不对，使得你这个棋暴露了。你看，如果你再让他一走，这个你薄了，是不是？位置没走对。这个地方就亏了，对，这个地方白棋这个地方就失分了，嗯，下到这个时候呢就看出你这个水平，黑棋可能
有不是那个有这个白棋要问题要弱一点，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。我觉得那儿被人家打一下已经很损了。对，因为你这个尖呢是看着人家这块棋的薄弱的地方，对对对对，你如果攻不着它，你这步棋显然不如放在这儿。对，然后这一带这个下法就完全不对。这个从这个时候下就不对，就是这个是能不能硬一点？哎，你要是真有这个力量，那你就早不是就不应该。不，我觉得我已经没法退了，我只能是出手了。对对对。哦，那我就狠，就挑最狠的下就完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反正就这样了，我也没得选了。就是说，你要是这个棋，你要有力量，能绷得住，能摁住它。哎，你要有这个力量也行。嗯。但是这个棋呢，就要靠你的实力了。这要凶险，比如说我断一个，这个反正我这个角就那让他挡一下，我就认了。是是是。我把这两个子吃掉，我觉得。哎，也还过得去。哎，那他再狠一点，比如说他要真给你凶的话，他比如说这个之类的。那我这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也没得选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要拼力量，这就要拼了吧？拼力量，拼了。这个棋，他们这个需要勇气了，因为他们这个时间啊，还是用时比较短，每方是半个小时，然后就是三次30秒读秒，那这半个小时很快就用完了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你这样这么复杂的局面能搞清一下，好像不太容易。这件事情，这个白棋，你说它也有一定风险。你要不就索性就这样了。有风险，有风险。不敢，反正我也不打算退了，就是这样吧。应该说他不敢这么下。你要这么下，我黑棋这么来啊，谁便宜也难说。当然是黑棋也有的下。对。有的下，然后我再比如冲了长，然后再看看那边怎么借用一下的问题，就这么下棋了啊，反正我就是这么这样了。对，这个是一盘棋啊，这一盘棋好，这个是就是属于对等力量的一种对决。我觉得要是强的话可以这么考虑，因为这被人家飞一下太难受了，我也退已经没法退了。之前你要走这个时间，这就全不对，全不对，好多次机会你都可以用的力量的，这个。到这个时候用力啊，就已经有点晚了。哎，对，力量用的时机不对了。时机要早知道，你何必这个当初啊？当初这么多机会，时机不对。现在好，黑白棋走这个，拖一个，当然是也是一步棋啊。哎，黑棋下的也可以。哎，对，这个走不动了，那扳完被一断就行了。哎，对，所以它只能是这样。对。这个棋呢，他的黑棋跳一个，这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黑棋下的还不错，我觉得也行，也行，倒是哎，可以搬一个，对，粘上，哎，这普通，可以，这是倒是普通，但是这个棋呢，走成这样的话，黑棋叫做倒是活了。是啊，这块棋已经活得挺清楚。那他一般粘是个先手眼，对啊，他先手眼，然后中间再搭一个眼就行完了，哎，也是个，应该说黑棋还是不错。是吧？黑棋可能啊，这个棋你要么老老实实往中间带着，当然没问题。你要补补，应该跳跳也行。他搬了一个，搬一个可以。对，搬一个脱先，你要吃他都不容易。哎，这又不肯被进去，太大了。搬一下先手，然后呢，黑棋你要是说老实一点，你干脆补一下也行。把空手守住是吧？行，对，这都粘上也很大，粘上待会有个夹进去。这块棋它要吃你的时候，你再搬粘，让它点，然后再做活。我觉得吃不是。哎，对，这样的话就是说黑棋啊，的捞的挺多。对，我先把空全捞了。我觉得白棋就挺难受的。然后他没粘，他走什么了？他搬了一个。这个有点欺负人了，他期待你走这个，这个不对。白棋反击是对的，白棋我认为反击是很好。这个棋该反一点了。哎，对对，反击那就那什么嘛，不怕。哎，对，可以。对，然后黑棋落后手，白棋先手。这个地方黑棋这一手棋啊，没什么价值。为什么呢？你白棋走别的，轮黑棋走的话，你这个吃不着。为什么呢？他这儿有个哎，对，有个断，对，先断一个，反正我把次序走好了，我总是有棋的。可以，你要吃这个，我这一吃下面没了，转换，转换那个地方也大，这中间它反正是你吃不着，这个白棋有这个的棋呢，就是这个你吃不着啊，你这一手棋啊价值不大。对，因为我这就刚才邱老师这个断就可以，单断就可以，单断已经没法弄了，你不能走这儿。走这儿被一冲，然后再冲，这已经冲垮了。
走什么他都不合适，走打他也不行，打他走都不行了、哎、这不行。嗯、这个棋就是说有这个你既然吃不着，你这个棋走半天没啥用。然后白棋先脱先，对的，白棋脱先可以，白棋用不着去补了。他走什么了？他走的是这个，这开始掏空。掏空，嗯，对，这个棋呢，掏空来说，当然这个也不错，也有谱的。嗯，他但是 AI 是这个，但是这个棋用不了那么高了啊，这个就行了，掏这个挺好。嗯，哎，或者说，你要是比如说想。再狠一点，就这就行了，这可以。他如果说现在走这个的话，黑棋会不会就靠住他了？靠住这个哈、啊嗯，这样。长一个粘上。啊、哦，这样。我还要看靠外面，因为他这个扳找一下还是有这个比较复杂了，那个就要求太高了，对，要求太高了。这个地方是 AI 的一种它的专业性的。如果这个两个没有，都是走到这儿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嗯、这个是有定式。现在我们就说。嗯那个也太深奥了，这个就也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可以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呢，就说黑棋啊，这个时候总的来说，哎，粘一个还是很大的。我觉得这好大呀，大哎呀，直接就粘上算了，粘上算了。哎，你这里有家，然后让他去扑腾玩意儿，不走的话，你再哎这对对对对怎么办再说了。这样的话，他一打入，你的两台弓就完了，把那个粘上就可以。他没有，他走这个。嗯，没关系，这个弓啊，这个弓棋，你就是说，白棋这种你弓这几个倒反而有作用了。那它本来没什么用。哎，不要去。那比如说粘上，待会加进去，把它木破破掉就行了嘛。实惠的捞一个好，是下步加一下，这个捞实控最好。嗯。你弓它可能啊，你这个在中间弄一半天没用，走不出木来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过它是跨的，它是跨的。啊，它先跨一个。哎，是这样走的啊，对。对，这对对对，可以，这个断对的、嗯。打吃。打吃为什么不长？不长。我觉得很奇怪。应该长，应该长，应该长。长的话，黑棋应该只有硬吧？那只有硬，因为你争不掉 啊，只有硬啊，只有硬啊，你送一个也是扼手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它为什么是不长呢？嗯，它比较友好。这种地方就觉得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下死的。哎，对对对。但其实应该长一个，长一个，长一个呢，你就正常走就行了。嗯。哎，这个没关系。靠一个它就长。哎，对对，哪怕你跳一个也没事。哎，对，没关系。它粘上。哎，对对对，哪怕粘这棋、嗯，这个白棋那下法多了，是吧？你不管是跳一个也好，或者是跳这个也好，这都可以，或者点三三，这时候你自己下。你想办法再总结一下就行。对，他是打了一个这个棋呢，提了一个，他实战就是这样，靠再靠，嗯，次序也不应该，应该先靠，然后呢再长，插手棋，对，插手棋，你这个地方损一手棋有可能，你对跳完你是先手，现在你变后手了，没错，像该黑棋下，嗯，黑棋走什么了？黑棋顶了一个，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他赶紧把这个粘上吧、哎，这个粘上多大呀？特别大，特别大。哦，我就看了这么大个粘，怎么没人走啊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粘他们不走，我就奇怪了。这个棋必须不是一个粘，再一个你走别的。现在黑棋先手啊，现在就算他这么走，嗯，白棋你在这提朵花，你这个下法你攻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塔，也没什么意思。对对对。嗯、但是粘是特别要紧的棋。这关系到有单是木手还是厚薄问题。双方的先后手。是的。哎，那个黑棋粘上，应该说这个时候黑的好。嗯。他没走，他是要了一个便宜是吧？他是不是想这儿走完了，想把这个吃了？不，他想，他觉得你是粘还是顶，再考虑、这个、考验你一下。这个棋啊，有点不对了，欺负人了。这个不应该走啊，这个不应该走。这个棋粘上是走的是正确的。嗯。然后他走这个就是业余棋手啊，业余棋手的错误。如果业余棋手不犯错误，那要专业棋手也没意思了，那就不对了。他是走的这个、然后白棋这个时候走的什么？白棋这个时候好像去哪儿打了一将，走了一个巨鳄的手，他是冲了一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棋是特别的错误，这个时候应该单走这个，嗯，因为他冲完了之后这个就被吃掉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们看啊，本来这儿有个段的，应该走这个，他这个棋啊，是首先是冲这个，首先至少损了一枚重要的劫财，嗯，劫财是损了一个。
这个是不说，关键是一个劫财不要紧，关键是什么？他这个一冲啊，他是冲了一个，嗯，他粘上，然后又去打拔，这个打拔是对的，嗯，不走这个能走对的，关键是这个没了。这个被夹死了，这个夹死了。本来这儿有个断的，我们是刚才说对这样的时候有个断的，对了，反正他怎么都是跑掉的，对了，你只能粘这个，他哎这怎么打是怎么打就完了，怎么都跑了，不这都随便怎么都是啊，我总是能跑掉，我冲一个再冲这个，这也跑掉了，那下法比较多，嗯，哎都可以，你即使这儿走到一下也没有用，而这个一冲，我的天哪，把这三个给卖了，卖死了，哎，这一在人家一家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了，你这个这都是被人家闷死了，嗯，你看这闷得干干净净，嗯，没了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断了，对，这么断没有了，断一个人家把这个给卖了，这个卖了，本来也断吃吧，本来你走这个，这还是一个这个它还是个转换，一这个下面大呀，对，是吧，下面大呀，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恶手，嗯，特别的恶手，这个是恶手一出啊，这个棋就不对了。好，这是个恶手，嗯，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拔，把这个打拔，然后黑棋搬下去。他为了表示这个顶的作用，对，他只有搬下去了。其实搬下去没关系，我也觉得是小的，我也觉得没多大，没多大。这个、那你这要不冲这个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嗯、那个这几手棋搬下去有这步在这儿走一个大，没这个大。这肯定应该粘上，毫无、哎、毫无疑问，这个顶一个是，实在是不知道不知所云。各这都在犯错误，黑棋的错误终于到中盘出现了，这个顶，哎，好下成这样呢，这个有意思了。对，这棋呢下到现在为止呢，应该说黑棋还不错，因为在这一代呢比较成功，但是这棋呢离胜负还有距离，这后面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哈、啊哎。这棋还是很有趣味性的，我觉得哈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的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2019围棋之乡东深站第五轮，由浙江丽水对上海浦东的对局，这是一个对局赛啊。刚才和刘老师讲到这儿，就是黑棋他刚刚搬下去了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这个对局赛啊，它有有意思，跟那个个人不一样，有很多趣味性，双方也有各种错误，每个人的想法也可能不一样，错进错出的，他经常错进错出。这个从前面看的黑棋应该占优的机会多，但是呢，这个黑棋也有错误，比如说这几招，这没事儿顶了一下，然后搬下去了。他一看前面白棋下的不对，他欺负了一下，但是白棋出现了特别大的恶手，这个冲了一下，冲一个，大家可能觉得特别不起眼的地方，哎。但是你这种冲啊，你不能随便乱走的。这个不是损劫财的问题，损了一个大的，一个大的问题。嗯，他这本来是一吃一夹，夹不死。嗯，现在这一冲啊，全部都成立了。嗯，那个是要命的。但是呢，黑棋这一顶啊，一搬下来，造成了白棋一打拔，这个打拔大。这边薄多了，哎，对，那个单单是一下子棋局啊就复杂了，有可能翻过来了。是这个白棋打拔之后，脚上后白棋如果下得好对的话，后面有很多机会。嗯这个白棋可能有反转，有反转、哦。好，我们看实战好不好？实战他走的什么？现在呢，黑棋搬下来一粘，那么该白棋下是吧？白棋，对，要白棋呢点三三，白棋点了一个，点三三，他是吧？哎，他这个尖柱啊，是一个倒是个专业的手法。这尖柱是其实个专业手法，哎，尖是对的。嗯。但是我刘老师，他如果说哎飞这儿待会儿飞一下，他是怎么杀的呀？他飞这个哈。嗯。飞这个。其实我看的也不是很清楚，说真的。飞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那个什么情况啊？飞这个那他待会儿如果说冲出去，他不怕，他能拍着这一下的话，他倒是不是很怕。你说那个什么冲走？你说是哪个？他冲了家吗？啊，冲了家。对，啊、冲了这个家。嗯嗯、哎，白棋可能要往外冲吧。冲，对，冲一个。嗯，哎，这个有棋啊，好像这就看的有点不是太清楚，是有味道。如果说挡住，那我就可以先走掉。他断你啊，这有家。啊、哦，那就杀气呗。这个这样杀气。还有这个呢。啊、哦，还可以冲一下。嗯
它这个地方就是有味道，就我是觉得不太干净，吃的，哎是，反正里面味道很浓，是味道，有味道，它可能呢，它你要是没有味道，只能走这个，哎，那我一退呢？退就是这样了。这局部是打结是吗？对呀、啊。然后加一个，这个，打这结，要只能这样了。对，我是觉得单飞好像是有点问题，有点味道，有味道，嗯。如果那个，所以那个这个棋白棋飞一个是有，所以呢这个点三三是可以啊，点三三对，先考他一下，先考验，他实战走这个好。那小尖，白棋呢这个他没有飞，他尖冲了一个。这个棋呢尖冲，感觉是棋形是对的，可以挺好，感觉是不错的这个啊，这个现在这几招白棋呢，应该说好像还可以。这好像打拔之后啊，如果点三三下，在白棋的机会很多，缓过来很多了，机会觉得已经黑棋挡下去了，挡着他这个叫了一下。本来我刚才觉得黑棋粘上的话，白棋恨不得都可以投了。对，那是白黑棋好啊。然后他棋掉是吧？然后黑棋长一个。哎，如果这个时候别走了，这个时候白棋机会很多，白棋这个时候飞一个可能机会很好，考验他一下。哎，这个时候飞一个他。要么尖这个地方还有别的，这个不要马上走。这个时候飞的话，我觉得是不是白棋机会很多？这个打也不得了的打，对，巨大，哎，巨大。现在大棋太多了。白棋这个时候机会多多。白棋啊，还有啊，他是点这个也是很厉害的。如果说现在点的话，我不能爬吗？刘老师可以爬，是可以爬，可以爬这个是可以爬，是吧？是可以爬。那我就粘一个，粘这个，对对对，吃了度过。那还是挺大的，没有。我这个也是一种下法吧，可以啊。就这个地方是有棋啊，有棋，他应该先走那个。这个地方都不能走，因为你白棋有挡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有尖，这目差好多呢，还有别的走法，或者有各种的选择。不能马上走，一走啊，这个棋就定型了，他这个棋啊，就是这个白棋，如果他飞一个或者点这个，都是很好的棋，都是给黑棋有压力，而他这个实战呢，走的不对，你看他啊，我们他的实战，他的实战走的不对，他走的这个，他小尖，他被人家这一下子啊，就把棋局走死了。这冲断真是木好多呀，他肯定要冲断的，是啊，冲断你这个棋，你要吃他。是吧？对，这个棋呢，你如果走这个被他一长，这个棋不好逃，是吧？走这个呢，他搬你也这个对杀不行，所以他跳了一个，被他一长呢，这个太大了，这木全留下了。哎，这个太大了，你这个损木先损一把木，然后你这块棋必须要杀他，杀又不容易，这不太好杀。所以呢，这个棋既然你要杀他不容易，先不要走，都不走，直接飞是最佳，这个棋是个机会，直接飞。飞一个先考验他，你是这样走吗？我这个先把你搞一堆味道，先在这儿折腾你的味道，然后呢再说这个动这个事，先来这个先考验一下，飞一个。你要是走这个好，那我留着一个打劫活，之后我再说。我已经便宜了，可以放着不走，然后再走这个。这样我这儿留一个打劫活，那儿再来看考验你一下，然后我再出手是走哪个？他呢？这个两个都不动，然后直接走，然后这个棋局就你就死掉了，一下子就不对了，一下子你就僵掉了。被他一长，你要么杀不杀，只能杀。他是走什么？他先点了一下，点一个，这个时候再出手，稍微晚一点。但是其实我觉得黑棋长一个就挺好。那他也就算当然是黑棋，就是这样吧。关键黑棋不肯的，就这样，他就打了度过呗。打他提，对他不肯的，他说白棋便宜吧，他不愿意。白棋啊，他还有呢。他有可能给你穿在这儿，给你反杀，他也有可能玩这个，对吧？他害怕的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点是对黑棋这个也是有杀伤力。总而言之，就这边太薄了，所以那个打吧大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特别大，可不是他特别大，所以那个粘上是巨大的棋，他去走那个两手棋，那就一下子给白棋机会了。现在你本身还是应该飞一下。还是应该再飞这个，是吧？飞一下，就考验他一下。考验你，他是粘上了，对不对？粘这个，粘这个，走吧，加。然后搬了一个。对，这时候也应该飞，还是应该飞一个，飞一个考验呢。你如果冲，走加，好，我扑劫，这都是劫财一大堆。那这劫就很轻松就打一个，对不对？
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我再铺。嗯，那这个劫那就多了，多了去了。嗯，对不对？这一边走边打就完了。嗯，那劫他永远打不过，这一大堆劫呢不怕。嗯，如果你压好，我这里面是个打劫活，我已经便宜了，我打不打劫我再说，我可能有别的下法了。嗯，哎，但是呢他这个铺劫应该是没问题。这个劫黑棋有点无理，他尖了一个，这个尖不知道对不对啊。他尖一个，尖一个呢就是要杀他，不走倒是真的是要杀的，有可能。那好像很，应该要死了，我觉得。但是尖这个好还是这个好，我不知道哪个好。嗯，也许这个呢更便宜一点。哦，或者说这个都舍不得走啊，这个一尖飞一手棋。我都想觉得杀他以后给他送出去，比如说这里有子了之后，但是这里个就都舍不得走。这个要走的话，这个棋形是走在这儿的吗，刘老师？这儿也可以，对对对，就单长、这个、是吗？单长就死掉了。单长局部已经局部死掉了。你像这种尖都是后手，就跳跳进来，你就局部就死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嗯，很容易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它这个地方它是有个靠的。哎，有靠。有靠。你如果这一般，他一吃就回家了。对。对吧？这就回家了，这就死掉了。除非他靠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团掉，就这样，然后再搬这个。那也不一样，那他这个棋，他总是他有下法。他有，反正要吃他肯定不容易这件事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棋团掉。就是你靠的时候，我正好团。团掉啊，然后。你靠的时候，我正好团，然后再搬。他可能就，但是你也可以顶着搬出去啊。他不就靠？他肯定是出得去的，就是说。他飞出去了。对，出去是可以出去的。你封不住他。嗯。所以这个白棋啊，这机会很多啊。嗯。他总之应该先飞。他不飞。他是走这个，然后打劫，然后呢，黑棋走什么了？虎。虎这个。虎这个好。提劫。提劫。然后黑棋靠了一个。靠这个。这个棋，他只有找本身劫，这别的地方没有劫。现在白棋还是有劫，白棋这个是恶手。他们要把这个搬掉吗？当然应该搬，跟着走啊！他这既然损棋，跟着走、啊。对啊，哎，先他既然损了，我就先收下。先留下，然后待会飞这个。哎，对，搬你断，我就跟着吃啊。你损一个，我留一个，然后劫财一个一个就打吧。对，没事啊，这不是都劫这一大堆劫财呢？是的，是吧？那这个就恶手，这就水平就完了。你这个时候走这个的话，黑棋很难办。嗯，黑走什么？接着打劫吧，大概。那打劫，那就我这不是你的劫财，不是这儿有一大堆的吗？是光这个也是劫财啊。嗯，是吧？是的。这个棋我觉得倒是很难说。哎，这个很难说。嗯，他应该这么下。这个棋呢，他没有打这个劫，他去，这个是可能是的败招，我觉得。顶了一个是吧？顶一个，您觉得已经是败招了。这个棋总之应该搬，搬的话白棋黑棋还是。我觉得黑棋这块棋挺悬的，看着。对，你看这个黑棋，这一边跟他打劫，他如果说把这一下走掉了的话，那他这些都是这白棋全线都厚了，这脚上就味道更浓了。白棋没有飞一个，也是个损失巨大。是飞一个对黑棋一种考验。你如果一走这个不是打劫，一退就打劫。对对。那多一个打劫，然后你再走别的。这种地方就是要考验基本功，应该先飞，这很遗憾，就是基本功，这都替他着急。这个应该搬，搬的话白棋黑棋我觉得还是有点难搬。他搬这个，他走的这个，对，他走这个，这个棋他在提，哎，不，实在是这个是白棋的啊，对，是的，他靠，然后黑棋把这个挡回来，他顶了一个，这个不好，这个白棋不好，然后冲过来，对，然后他粘上，对。对，然后他再提劫，自己一个，他这个棋呢，都是防这个断。对对对，他怕他断掉他。他如果提劫的话，他可能所以说现在这个黑棋也很薄。是的，是的，也很薄。这个棋啊，实际上白棋很有机会。实战就这么下的啊，他就为了防。他就来不及。挤这个，实际上也是有点损得很大。是啊，损得很大。他提掉，然后白棋打了一个。这个棋，那没跟他继续打劫，但是打劫的话，现在要找合适的劫材就不容易了。对，这个棋、因为这个劫白棋太重了。这个棋呢，要找合适的劫，那是这个，只能找这个劫，找这门劫了。不知道这个应该是这个尖一个应该是先手。尖先手是尖一个是先手。哎呀，这个劫现在都搞得，那他还是跳一个找劫。对，
从事那个棋啊，还是想打劫，还是想打劫，是的。或者说这个棋啊，还要么找这个劫，刺一下是吧？想打劫，这个棋呢，刺在这里，你大概你不能粘被我断了，是吧？那我就粘上吧，还是？粘上，然后再打这个劫，这个劫很大。因为这个棋本身就有，我觉得是先手的这一病，我怎么觉得他没活呀？那是要死了，很快要死，是要死。这个白棋很有机会啊。嗯。这个劫在手里，这个棋，所以说前面的白这个黑棋走得很薄。对。这个、白棋已经走得很差了。这个不沾上。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好，太大了。我们看实战，他打了一个，是吧？打了一个呢，黑棋提。黑棋提掉。提好。提这好 ，OK。他刺一个，对，是刺一个，刺了一下，先手，对，他黑棋粘上，黑棋粘上是必然的，对吧？白棋提一个，他粘上，粘上，对，然后白棋把这个补住，补住，对，哎，这个棋这块棋不走，他还有那个问题，对，他可能提劫了吧？他先跳了一下，他跳了一下，这个特别大，特别大，这个特别大，这个不补这块棋有点悬呐，不走，我觉得这一尖或者是这一定这块棋还真的是你走这个很悬呐，是啊。这很悬，我看这个棋没活，所以这个棋，黑棋这必然是要走这个，你这个跑的话，他可能搬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棋白棋也薄啊，好，实战走成这样之后啊，这个棋啊，白棋虽然是活，只是活一个角啊，这破点阵空啊，不足以争胜负，不行的。那个不行的，这个因为你一旦让黑棋腾出手来，这一提，你这个很狼狈啊，是，很狼狈，不知道那块棋怎么办了，你这个棋对吧？对，所以这个薄了这块棋，就后薄又是后半棋，现在跟他争控已经没意思了，现在跳这个他，那你早先干嘛？这个不对啊，这不行不行，他实战冲了一下，他冲了一下，挡一个，挡住，然后黑棋顶在上面，顶上面，顶在这儿，这个时候白棋就下得很不可思议，这步棋哦，他走什么了？你说你要攻他，你就飞吧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说你要狠一点贴出来，那也是步棋，或者飞再不行就赶紧飞一个，赶紧飞啊！对对对，他走了什么呢？他爬一个，爬一个没关系啊。然后他又弯了一个，这个就不后手，这个应该飞这个。这个是为什么要？我不知道他看错什么了，他是觉得白棋没活，还是觉得他先手了吗？对啊，活的吗？这个走这个，他再走、这个。对啊，这就死活问题，简单的死活问题。哦。而且你走这个黑棋根本就不用应你。对，那他这个、差一手棋啊。这个就不在一个档次了，这个就谁下的这个要批评了，就可能把他们本来还可以争胜负，比如说飞争胜负，这一走啊差一手棋了。没错。这就不好争胜负了。对。这手棋都自缓了一步棋，没意思了。然后黑棋尖了一下。他先一个，他先把你这个冲出来给掉了。本来啊，这个地方他还有存着念想。对啊。这个这个存这个念想，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不管有没有吧，反正是。你如果断的话，他一打吃。不，他一粘你也没了。哦。一粘也没了，他不管是他存。那我就冲这个呗。对他存点念想吧，是吧？冲这个不也能跑吗？冲他挡。打吃再打出来。打吃对。他这个可以，有点薄，但是好歹他也能拼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可以拼，可以拼，这可以。他比如冲这个，是吧？对，可以，冲这个都是有念想啊。对，他这个就不对了，这就你这个下边，你这个去侯一个插手棋，被人家一尖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没有了，多走一手棋，而且你还要人家要反攻倒算了。对，这个棋你要给他动手的时候不一样了。他跳一个，这还有个提了断，完了，这完了，这个太饿了，这个就完了，这完全反过来了。然后黑棋赶紧把这个拐了，哎呦，这两步棋下的，好棋都给他走了，我看着没了，这个没了，我看着我心疼啊，我也是，这个没了，这以后你走这个，他留着杀你了，对，都可以杀你了，对，就完了，这个棋就完全，这个还是我觉得白棋的这个总的来说。还是实力有问题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说这个地方被他一打拔，那个时候白棋是最好的机会。如果那个时候他这个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个的棋手上场啊，不要去尖，飞一飞，或者点一点，那个时候白棋好，或者你
这个招棋不要，这个不要走那更是好。他把这个冲了。哎，对对对，现在可能就只有，这个就不对了。这个时候下，除非对方再犯错误了。对。应该说是跑不掉了，这个、棋啊，这棋控不对了。是。你尊重的进程啊，进程看。对。你这个只是活个脚，不没啥意思。你不杀他，杀他大了，他薄啊。这个棋白棋也没有跑。对 对, 对，也给他抓一个，即使抓也没关系。就是他的黑棋主要前面的方向不对，黑棋的方向就是应该牢牢的把这个粘住。刚才这个顶就不应该下了，把这个粘上就完了。就不要去，不是顶，之前的进攻就不对，就应该粘住。就直接把这个粘巨大，这个。对对对。那么现在他走什么了？实战。现在白棋哇打。哇打。因为你不哇打，被人家粘住还先手呢。哦，这都不大了，他吃这个。他现在没吃。拐了一下之后，把这个吃掉很大，他把这个吃了，这个太大，巨大，这个都大，那把所有的木都这个太大了，抓住。这个我看都这个都大，都比这个力大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还有这个死，不是说死活，这个就从木都就大，而且以后还能欺负亲戚不亲戚的眼位，欺负一下，有搬砖之类的。你看这个就明显的，本来没事儿，本来这个跑不掉了，这个他就。这是黑棋是不能这样下。哎，现在你有这个，这一吃就完了，不敢跑了吧？这跑了被夹死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这个白棋只有白棋飞了一个，飞一个他开始奋力的攻击他。那你早干嘛去了？这早先攻击他不行吗？有点晚，有点晚，有点晚。但是呢，这个棋可能啊。这活是应该是黑的活了，他是飞了一个，他是靠，如果靠这个是不是也是很清楚？哎，这边都是进去了，对，靠一个清楚一点，但没关系，这个他走这个，还有没有看有机会杀他？顶一个，顶一个，哦，然后长，顶一个不对啊，顶一个是不是你这个形状有点不对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还不如单走一个连回去？不，这个棋，我看啊，这个棋有没有那个别的棋啊？这个棋要是冲一个呢，不知道怎么样。不知道这个棋啊，它应该是普通是并在这儿。您是想待会儿跨一个、是吧？并这个，你大概是这个或者这个，然后这样。顶一个呢，你被他走这个呢，等于是被他先手连回来了。他这儿有个冲。他走什么呢？这个棋他应该走这个，或者单尖都可以。他顶他一走，白棋他是走到这儿吧？走这个是。然后靠一个。搬。搬一个。黑棋踢掉。踢掉。然后把这个贴回来，他好歹还找到点机会。不，他现在要杀他，那但是你这两个交换之后，黑棋就那个什么了，他就挺一个就活了就完了。接上。那就挡住他，这关键是打劫，他这儿还有个劫呢。哦，这儿还有东西，这儿还有个劫，他还怎么？那他先提这个劫嘛，他就不要去走。对，白棋这儿走了两下，这黑棋冲冲挡住，然后加一个。那他这个棋，黑棋应该挡着吃。这里净杀，这是基本功啊。可以挡着吃啊，冲我就粘上，这是个基本功，什么用也没有。这是死棋啊，考验他一下。这就是死棋嘛，基本功问题，这是一点就死棋。这个是基本功。这个挡在这儿就一有就这个飞机是损木的，对对，损木。那他这个还给他一点便宜了一下，他唬了一下。这样。是这样，然后就开始打劫了，黑棋急打这个。啊，黑棋打这个劫？对。打这个劫干嘛？他就打这个劫，然后一边找劫财一边跟他打。没必要，这是直接打这个就行了，这个直接做活就完了。啊，他是打这个劫。冲一个，挡住。啊，这个时候还要吃的。提劫。然后白棋找了个什么？白棋找这面有劫吧？这面，他这个早先挤过一下，挤过了，这个、过那这个便宜了，这个便宜。然后白棋是顶了一个，接上，然后提劫，提劫，那黑棋就提了个劫财，对，接上，再提劫，白棋找了个什么劫？他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这是他先手，对吧？提劫，然后又铺了一个，铺一个是个劫财，提掉，黑棋提劫，提劫，哇，白棋断，断这个，这个棋算他的打底下，对，
它提节，提节，然后黑棋断。哦，上面吃，打吃，再提节，提节啊！哇，他们打得很凶啊！白棋长一个，长一个送一个，有可能损啊。是啊，然后黑棋一长，这成连环节了，这还怎么打啊？如果打这个，我再接着打，不，然后就长就完了。如果提。提他就粘上了，他就是这么下的。爬。对啊，爬完了这都全都这还没接上呢。哦，他就是提的。他提的，他接上。然后他接上。他不能这个了，因为这个棋啊，他是这样。他有一个，他这个不能冲了，那这样，你那回家他这一贴死了。这儿断全死了。那都不行。都连不过去。实战就这么下的啊。他实战是跳了一个。哦。黑棋拐吃，把这个吃了。他把这个粘上，他黑棋团住了。团住这儿还有个弯断，这毛病一大堆。反正这提完了，这儿还有个尖。黑棋活了。这儿还有个断点，这是根本就不行，所以他并回去了。并回去呢，对，黑棋一团就把自己做活了就行了。哦，他这块棋别不活。反正你断这个呢，他一跳就活得很干净，你根本就别想吃他。啊，这个眼破不掉，都挖进去，这断了，人家长回去了。嗯，他这个地方还有回家的。嗯，活了。哎，是的，实战就这么下。实战就这么下。哦，这个棋有。然后接下来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了吧？反正已经差很多了。对。后来就把这个收了一下，粘上，立下来。啊，然后这儿还打一下。哦，这个损的。啊，然后这儿还尖一下。这个尖，尖一下被黑棋拍在这儿，他这个先这个吃掉了，然后拍在这儿，拍在这儿，他刚才是搬的，啊，这个棋啊，就看出来了，这个棋后来就差很多了，这个棋就白棋输了，对，这个最后这关键啊，嗯，这关键是这个就胜负处的中间这一步棋就出去了，这一步棋好多机会没抓到，前面其实没什么关系，最后这个也没有走上，其实白棋有机会。对，那黑棋最大的问题其实前面都还下的不错，就是这个没粘上，这个被打拔了太大了，应该搬了粘。对，这个棋下的也有很有意思啊。确实，因为大家看的都错进错出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平时下的时候经常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可能广大的业余棋迷爱好者们可能看这个棋会比较有感觉。好的。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浙江丽水队是执黑中盘胜了上海浦东队，夺得了这个围棋之乡东升站的冠军。好。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